赐予我力量吧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念佛？因为聚划算，无本万利。一句佛号十五种利益：一、弥陀助顶；二、佛光护身；三、诸佛护念；四、菩萨相随；五、民众护持；六、消除罪障；七、增长福慧；八、离诸恶难；九、能得寿康；十、将祸善终；十一、入正定居；十二、断除轮回；十三、往生净土；十四、成就佛国；十五、广度众生。这十五种利益可以分为现当二义。现实利益就是你念佛时在这个世界上就能享有的，当来利益则是在你结束这一期生命后能享有的。至于这无本万利的原理吗？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爱你护你，不离不弃，将赵载永劫修行的功德收纳于这句名号支票，一次性送给你。这种超级 VIP 待遇只有念佛人专享，怪不得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说，念佛人是人中好人，人中妙好人，人中上上人，人中稀有人，人中最圣人，简直是名利双收啊。十五大利强势来袭，还等什么？赶紧抢红包啊！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Nam Mô A Di Đà.